那苦尽难求，难道是不值嘞？是啊，自己有错，自己改的话，一定没错。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迷海空，迷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1500块钱。用气干将呢，咋用的也没辙，你也急着用。开个门门铃呢，掌柜在套，本来交几块钱，那什么？那白菜呀，白菜便宜，那白菜钱，我买菜一斤，一斤要5块，你不听我们嘛，别去。你不给套着得，身边的给套着得了。啊，还问你喊什么名字？我一看呢，那个他听那个他认得了我，一看呢，认得一回，这回他又没问嘛，被出水了，回用的够了噻，都用的没得卡洗澡的呢。哪里会够？哪里会没够？我都没晓得，去不得，没力气，都是嘛。还到这里，我就算不安呢。还到这里，趁战机，吃了饭，这可把油条了，这就挖不着了。那油条看你很狠的，做不着。我是真的混的怪，他都去也去迟早的，我估计去也动我这样子的，我放弃个还拆不，我一个马在手去，我个马在手去，我等着摆个摆几个人的都落下了，那个骗子就要往这家中只会带下了，都打包我夫妇上，他都偷我夫妇的去家产都去了。那一几颗，那一几颗啦，拖到外头马路外头，又闯到个坟，那个坟一起拖给那个，他到了那一边又闯到个坟，那坟又拖给那个，一起拖到马里的关的那个房呀，那没怕，你怕了，一人没敢留，我没敢抬头去。放不了。我去那边可多可多了，也没那边我关键哪个哪天回，真回来这慌嘛，一般摔下去，全都瞧着人，慌死了。你进不到，进了把迟早点钱，你就慌死了。就请问这女的，给人想拿到几条股，没敢收，没敢收。所以一拿到我们的去了，他那柜子，在那万一，一天一夜肯定放一条个抢劫女人，那个头。抢劫那个嫂子看见不得了了，他样，不把我拖那个拖给他那房去，他过瘾的呀，看见人家五六个，以前五六个噻，两三个女子噻，他轮到来噻，那些你问你那房，那柜子进去啊，就给他抢劫。那个有台湾味的，
过了三几天啊，他们就讨论，他们过我两家店，我都已经我都背起那个人，进去的那城头城外了王家，在城头了王家那，有会去，他这个讨论，他那些，他一喝，叫我回来洗衣裳、洗裤子。在我们那一张裤子拿他了，他脱他的一张裤子给我们换那些，主要是洗了几天啦，看见这种，我就行动，没想我讲，我看见看伢这边的山，是小路噻，这边山的就是一条大路马路，我都没走，天蛮亮。我就背起我的人，我就走了，走了那个守卫的人，他跟把我带来，轻轻敲把那门前过，敲了一圈一条巷子，顺着条巷子一走，走了小南门，那个许久呀，天才亮。然后有一周这里看了一个看见我的在那里这些人在那去他叫你在那门去这样这人呢这个那家屋就移了移那个那老的很好的这样那孩子的阿桑的孩子你这个兄弟这样移了不这样等我讲伊拉就冇去啦，你搿只火锅我随我讲，我去你个火锅馆我讲，他讲你讲，本地人，阿妹就讲苦讲，要得住个煤气讲，要得住个煤气，听我呢，你我啦，我打到我红薯里头，起码他没怕嘞讲，那个人也没怕嘞，讲讲，等等等，我做生意在那去，他那有个东西那五边有个厂，有个厂，所以那一走，就是又走到后个才到屋。我一回来，我那老公在屋直接煮进来喝，我先了，他讲我，那你都回来了，我你那小回来了。我就哭的，哭的不像，老了，他讲你不哭的，怎么样？像难道像什么？他讲你不哭，他放了没啥东西，没得酒杯洗的，洗啊稍微，不像几包冷的火的洗凉的呀。让我妈呢，真的，可爱这个雪花，我那老家没是雪花的，他是这三个，外国是哪个？我没晓得啦。他懂得武德功，我们懂得那边腰上那边出人为主的，那么坏的，真的妈，隔壁那些人都讲了，我妈啦，这样，你妈都是嘛，这样，
盆里洗个小碗这样，过去拿着壳这样，他一下洗个洗的瓜布两不，他要炒黄芥块布两不，洗的锅里叫炒黄梅的样，你这样讲他，就问我回来，回来也没叫没聚啊，是吧？回来他讲问这的那样，你叫别人，我总算看菜。看错买的呀，都一起的。天天看去看菜，看错买，都一起，一起穷穷的，穷的面子，没人闹逼和。别问我，那个买菜回来，洗碗这回，到洗碗，那买菜没这个了，哪里去的？哭了哭。想着没那种苦了，中间那个他在过什么，不是那好，你看很苦了的，没得，你那东西的我的。把好门都没上，妈妈，正用这老糊涂的，一早呢，我一早一没人没了，刚刚干净，走一分柜就拿个拿去了，哪个那房在被人抢劫呢？都那是垃圾了。后来我讲我那老陈，我那那一晃，我那老公没有问他才晓得啊。
给他看的啊，这是小年纪的过去西方上的是吧，中间可以唱的那种文的老男人和街上的文的嘛是吧，他很多他跟我去过学坏，我们在隔壁人家，我跟他一讲，我会这个他一讲，他没去学坏的，他现在过去抓个人的人，我骂他了。我想不过我的球，球那些没事。隔壁我们那屋上，他也。来叫我叫的快的，比我那新的那是没晓得跟新的去吃，过后我上次也试不去，那是过后拐着车的大王哥来好啊，想等我拐着那个十几码的样有几个人家的几个马丁跟跟没有我那那样过年去拿好戏以后我还聊起来看见过后面的生命呢，他去练他们怪的他们就一练起来了，等我以前我就想要等我等他跟没有已经十五年七月十三我算下先休军将打了1300米，过一溪，住着住。我们对吧？这，我们两个老的都吃的杂粮，吃的一种是过生活。所以他到的，他应该讲还是这个，好像没经过的，十分贵的呀。等下，我们就把这女儿骂你两句，是吧？那如果把这好好的啊生来打嘛，是吧？但是一回，我洗了他了，就是耍在那那边屁股很紧打了，没有脱裤子，我就那裤子都打了一回。但是已经13年，日本人进到我们广西14年，台15年，我的除夕68岁。有一天放学了，我回家，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了，是吧？吵架的时候，我都跑去外面，在那个地方不听。我爸爸讲：“你叫我洗，你洗他的儿子，你叫我洗衣服。”过后我才晓得，我晓得旁人，人是老地方人讲，叫我洗衣服人。
我从贵来没敢问妈妈。有一天我读书，我老师叫我们去看那个电影，我才明白一文人进我们广西他是那子的走法。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跟他如果没的怎么请示那子的东西，姑父们的都是这样。你看一姑父给加一文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现在你的小孩子一看给我一文人一文人。从八一年看到现在都是看了，这一辈子都是看了。老了动物的几乎甩了刀给我吃，我得考虑这个问题。我住在这个地方甩了你啊，我那那个拿了一个地方你打了一回给我吃，那个你一辈子你打的给我吃吧。家里面读不可书，没有书读，空的都是空的。我那没上俺的去嘞，两个姐，他们都念书，爹难过，那你有闲呢？那个读书，又喜欢东西，我就去上手了。我们要求很高，又喜欢就得了。叫死人去死人，要半年去死半年，早夜我在。全呢，还做什么就一个卖。现在还懂得，还走得，还懂得，还走得路，还没有困难。到那天还有困难的时候，还在后面。就像低头，明天没愁穷了嘞。都从那明天躺，穷没见啊。吃农药，有病的就吃农药，死掉了完了。膝盖真好。人们人我们讲是红膝盖红红红皮皮的会讲出来没讲呢。没得去慢慢来。非常的生气。是何等何地的。因为心理疑问造成的事情。张汉南跟疑问啊和你们啊。来做鬼门，就老公说他要那个钱出来帮我们，我们就苦努力。
有一天放学了，我回家钓那个青蛙，他们十个人都想要我那个钓竿，我不敢，得叫我洗衣粉，背着这个杯子，换了这个杯子，但是说原来是我觉得白公公呢，他是七天的，我是这样的，那是有陆续是这样，天天天悄悄，听我讲那个那个卡，一上了两年，我们觉得娃娃在妹妹在哥哥个喂伊拉，喂伊拉他现在专门唱歌了。他再把肚子用晾下，还叫你唱不？娃在妈没在的过夜，没在我妈娃在过夜噻。啥个夜噻？家中啊，老公们好个夜，家婆们好个夜，叫他哭几只娃娃在没在叫，叫他。这个没有你看，没有你看了，哥哥帮你看了，哥哥娃娃怎么在个喂伊拉？老的，爹，我看了鸟，伊拉来了好哟，这像，可是修养呀，这伊拉，哭，变成多么啊！他要回厂，他要过去，那个找了些的。那个哥没见到，有个问了他又讲，叫你回来洗。他说媳妇一回厂，媳妇在茶山等我们那门口，苍啷啷的，那七八二十，上去星期二两出去来厂里喝好钱，我就没得生气，因为精神没毛钱的嘞。老了难，老了难过心情难，没比你七八二十二，唱歌演歌就从山，一首曲来点点红，早晨美好你还空。我们海里空里好爽，我几愁面都没愁穷，一座江水去悠悠，一座莲花在面头，夫妻呀真把花去，你不见我一看花否，门口大田紫
个是我房，不便老道不便养，养一只的花生那得钱，我才一掉去那一江。今宵我一宵回家，今宵我又走，眼睁大门呼呼叫，我睁大门你哪来了？你讲你哪你没卖身，我讲我哪咋西真，哪哪咋有贫无居，我哪就在苦瓜的棚。天上落雨落要花，自家得到自家跑，自己摇头自己盖，自留应该自马盖。膝盖真好，骑一种骑就要留出家门带来看。
为你儿子说钱呀？他俺洗了账。我这脑子一问家的钱，给他保有俩来看干。你给你们，把提老进城，你都光听。不算了，不要救了，不要救了，快睡上你一下，没人。没人听着。真的过世了。